空间主咨询商业的报道。国际免检机构华人代表团日前巡视了设在横贯丹的莱纳斯基础厂时候指出，该厂所处理的基础原料所释放的辐射非常低。国际免检的机构核能燃料分解及残余物组总监庄卡洛斯在文告中指出，根据代表团对基础厂的初步观察显示，莱纳斯处理的基础原料辐射指数非常低，因此基础厂的辐射风险也相对的低。